老奶奶年过半百，开始学英语，说什么也要去美国。她不为名，不为利，为的是让一整个国家给她道歉。今天胡酱给大家带来的这部电影叫做《我能说》。这个走街串巷，大事小事都要管一管的奶奶叫罗玉粉。她家里无儿无女，一直是自己孤身一人。她在社区信访办可是出了名，因为她实在太喜欢举报了。 二十年来，他已经成为信访办的常客，总共递交了八千多封举报信。工作人员见了他就躲。前不久，信访办来了一个新员工小朴。小朴刚上任就遇见了罗奶奶，同事们都纷纷对这倒霉孩子表示同情。罗奶奶有个好闺蜜，闺蜜这天和她炫耀了一番自己最近学的英语，并邀请罗奶奶一起去美国旅游。罗奶奶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 回到家，他看到电视上正在播放英语广告，他想起了自己的亲弟弟。原来罗奶奶的弟弟从小被母亲带去了美国，他很想弟弟，于是决定打一通岳阳电话。但当电话接通后，罗奶奶却因为语言不通，什么话都讲不出来。为了能和弟弟沟通，他下定决心要开始学习英语。 第二天，他来到了英语培训班，可一起上课的都是些年轻人，罗奶奶完全跟不上课堂进度，老师没办法，只好把他劝退了。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这不是信访办的小朴吗？ 小朴这时正在和外教沟通，罗奶奶看见后想到一个办法，既然英语老师不愿意教，那就拜托小朴来教我。小朴对于这件事情非常抗拒，毕竟奶奶可是出了名的难缠，他可不想自找麻烦。但罗奶奶从这天起就缠上了小朴，她来到信访办，以举报的名义威胁小朴，甚至在小朴睡觉的时候给他打电话，最后直接坐在信访办大厅赖着不走。 可就算这样，小朴还是不妥协。但事情在这天终于有了转机。原来小朴一直和弟弟相依为命，但他因为工作忙，很少照顾弟弟。有时弟弟没吃饭，就买一包方便面解决。罗奶奶看不过去，就给他做了一顿饭。从此，弟弟就经常到奶奶家蹭饭。小朴知道后很感动，也终于答应教他学英语。 别看罗奶奶年纪大，学习起来还是很勤奋的。她的英语水平一天天的提高，和小朴的关系也逐渐亲近。刚好奶奶没有儿女，她就把小朴两兄弟当做了自己的儿子。三人中秋节聚在一起吃饭，奶奶向小朴袒露了自己学英语的初衷，并给小朴看了弟弟的电话。第二天，小朴偷偷打电话给罗奶奶的弟弟，没想到对方却表示绝对不会和奶奶再联系的。 这让小朴感到很疑惑。另一边，闺蜜年纪大了，住进了医院里。罗奶奶来医院看望她，这时走来一个男人，宣称自己是人权记者，想要采访罗奶奶。原来，奶奶一直有一个秘密：当年她和闺蜜都曾被迫成为日军的慰安妇，后来她觉得丢人，就向众人隐瞒了这件事情。这也是为什么弟弟想要和她划清界限。 他的身份被媒体曝光，街坊四邻都很惊讶。小朴也第一时间赶到了奶奶家。奶奶拿出了当年慰安妇的集体照，那年她才十三岁，被日军带到慰安所的她，每天生不如死。罗奶奶差点自杀，还好闺蜜及时救了她，两人一直靠着相互鼓励才活了下来。 闺蜜曾经在法庭上控诉日军的罪行，但当时的日本翻译故意曲解了他的意思，说他们是为了钱自愿去的。所以闺蜜努力学习英语，想代表慰安妇说出历史的真相。闺蜜好几次想说服奶奶和自己一起站出来，在国际上发声，但都被罗奶奶拒绝了。而如今闺蜜得了老年痴呆，什么都记不起来。罗奶奶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了。 小朴帮奶奶办理了美国护照，为了让她熟悉证词和法庭流程，信访办的职员也一起帮奶奶预演。终于，她启程前往美国。 但控诉之路却并不顺利。日方首先质疑奶奶的身份，说她其实并不是慰安妇，不具备控诉资格。原来，在韩国政府之前对慰安妇进行统计的时候，奶奶因为觉得丢脸，并没有把自己的名字上报，于是现在名单里没有她的名字。小朴知道后，马上联合信访办的同事为奶奶请愿。 他们在街上派发传单，希望民众可以在请愿书上签字。他们说服了区长、市长，最终就连女性家庭部长也在请愿书上盖了章。奶奶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，但在法庭上，对方再次提出质疑。他们说奶奶的身份确认流程不合规矩，即使有证明材料，他们也可以不承认。奶奶在台上哑口无言，明明准备好了很多证词，在那一刻却什么也说不出。 这时，他听见了小朴的声音。小朴在门外大声喊他，并举起了那张慰安妇的集体照。罗奶奶知道，此刻她不是在为自己战斗，她要为曾经所有受到屈辱的女孩发声。 法官看到了照片，他示意奶奶继续往下说。奶奶犹豫了片刻，然后缓缓抬起了衣服。全场都安静了，他们看见了奶奶肚子上的伤痕，还有日军留下的痕迹。当年的受害者就是证明日军暴行最有力的证据。奶奶说，她的要求并不过分，她只想让日军承认自己的错误并道歉，她也会对当年的事情予以宽恕。 在场的人听过后，纷纷起立为奶奶鼓掌。这一刻，他们不分种族和国籍。奶奶的经历令人同情，她的勇气更让所有人敬佩。之前质疑她的美方官员也对她表示了歉意，但日本代表却依旧拒不道歉。他愤怒地对日本代表说：“这次我一定死磕到底。”影片到了最后，奶奶终于和弟弟相见，或许这对奶奶来说才是最大的安慰。 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，但令人无法接受的是，直到审判过去了十年，道歉一事还依旧杳无音讯。奶奶笑着说：“自己要坚持活到两百岁，要一直等到事件出现转机。”本片虽然是以慰安妇为主题，但并不显得沉重，反而刻画了奶奶积极向上的态度。面对历史，我们需要铭记，也需要释然。就像奶奶最后说的：“道歉是为了给他们自己得到宽恕的机会。” 无止境的仇恨只会导致更多悲剧的发生。